帮他穿耳垂，是手穿哦，然后用这个医学针头帮他穿，来看这个看这个，要征男朋友吗？啊，好啊。你的 IG， 你也用 IG 吗 ？IG 来这边秀一下啊。IG 不要好了，不要好了。我怕等下太多了，怕等下被男朋友发现就糟糕。怕我等下。讯息被灌爆，不然先经过我这一关，可以先密我来一局。啊，这样子。要开始了吗？是啊。耶，开始。先从这边。啊！那我过来这边。这边。好，准备。这个不会痛吗？对，等下要从这边要从。直接拉起来。好痛！好了，你玩到十九，那姐吃的那些又痛，你个性软性。好痛！你会不会成为第二个哭的？好痛！老板是我带来的朋友都会叫。他们这样等一下就很开心，因为这是一个情绪的出口。啊，我忘记拿老板，我忘记拿马里奥给他握了。你现在做出来。马里奥，你看着。就那里啊。下面。装好了，下面。啊，我可以拿扣起来再来给他。好了。耶，好了，拿进去看一下。好嘞。哦。玛丽娃，来，你想拿进去不？我们来把小龟留出来，因为比较细的是发明传说。也就是因为你枪打要痛一个礼拜，然后之后还要再痛一次。所以这个今天打不会痛。为什么枪打会痛？啊？为什么枪打会这么痛？枪打而且会歪掉。枪打就是打下去把肉撑开，然后抽起来肉又缩小，就是很难淡化的，很难化的。这根本就是花钱受罪。不要打另外一边。老板，等一下。那我到另外一边。这边。看一下头灯，你这边比较。玛丽又好可怜。看头灯，不要放大我的脸。不要放大我的手脚哎。看一下比较亮。为什么耳朵要两边？为什么只能一次？那你可以打一边。你可以打一边就好。拍一下侧面，看我帮他穿了耳洞。刚刚你们看到他进什么表情？好像被挡住了。他刚刚抖了很大力，也好笑的。好好笑，你很坏。你该不会是因为怕痛所以才那么久来穿？对啊，我已经拖很久了。之前就说想要穿，可是因为怕痛。可是没有穿动的话，你可以做一个创造个人自己个人特色最快的方式，但是你要给安全的人穿嘛。嗯。不要去给人家乱穿，像我们有客人，他就是去给人家乱穿，出问题的只能去找医生。哦，真的？对呀、啊。是发炎，是让他发炎。没有，他是打别的地方，然后裂开。啊。都没有流血。这是。这是 love and peace， 然后好了就这样子。反正我的影片也。